榮幸咧，能夠今次能夠同香港兩位名廚首次合作。咁希望藉此今次嘅活動希望能夠有個菜式嘅交流，有個新嘅突破。是做咕噜肉、脆皮鸡和那个酸汤鱼。我的咕噜肉，人家说是香港最好吃的咕噜肉，不能是中国人啊、外国人啊都喜欢的，小孩子啊、老人家都喜欢的。